作物，这面豇豆，那面豇豆黄，都长到两米高了，但是呢花特别少。豆类呢怎么促花呢？哈、就是一个叶面肥啊，就是木酸钠啊。豆类呢它需要木酸钠，如果木酸钠缺了哈、花都少。种豆类哈、必须的叶面肥就是木酸钠或木酸胺，然后加点园丁素啊就可以了。好。